你爆下次挂，跟我有心结就对。爆挂爆挂，没有啊，快爆快我爆！讨厌你，我也讨厌阿伟，我讨厌你们两个。觉得你之前在橘子熊待遇怎么样？哦，不想说了，宿舍超乱超脏，也不会派人来扫，没有，这本来就我们自己不扫吧？对啊，这本来我们要自己扫，而且你知道这橘子熊的厕所，你问卡萨就知道啊，卡萨跟那群人住一起，那群人我觉得问题应该是那群人啊，我觉得问题是那群人啊。之前我跟子瑜还回来橘子熊宿舍，在那边扫厕所，那另外那几个屁孩都不会扫厕所。不知道你知道那厕所都谁扫的吗？都谁扫？我等下我猜，我猜是贝哥。都贝哥。现在好一点。没有干我比较可怜哦，之前失业不会来我们宿舍啊，干然我跟那几个王八蛋那几个死屁孩连扫地都不会，结果妈的都是我在扫。然后我还去厕所打蟑螂，你知道我进去多屌？我进去厕所一分钟我杀了七只蟑螂，我杀了七只，七只全大只的，全都大只的，不跟你演。你们太恶了吧？没有，你知道最近蟑螂比学生，你们蟑螂比学生还，我们学生才六个，蟑螂比学生还多。你有没有兴趣再来上？我不敢去，而且你知道之前我们洗澡不在宿舍洗澡吗？我们公司可以洗澡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带一个包包，然后带到公司去，公司二楼健身房洗澡，没有人敢在宿舍洗澡，宿舍太脏，宿舍太恶，而且到宿舍之前，你看我要爆个光，之前有一次你知道 Sam 吗？就是那个橘子熊的 Sam，之前有一次他来那个，就是他来我这边看我们房间，他借厕所，然后就他大便，他大完便之后，结果马桶坏了，结果他马桶冲水，结果水整个满出来，看，然后我们一个月没人去那间厕所，一个月没人进去那间厕所，而且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住十一楼，十一楼还十。才七楼，我忘了。我们上厕，我每次上厕所都要有了，都要有了管理员那边去上厕所，没有人敢在我们那间的厕所上。你们这很脏哎，真的超恶。还好我没有当职业选手。真的，那真的超恶。哎，卡塔现在跟以前比应该差不多。差不多啊，我们现在地板都是蟑螂药。OK， 而且我听说你们还会有落叶飞进来。你们地上不都有落叶？我们垃圾桶就塞一个面包，没有吃过的，然后没人要承认。然后那个面包这边放了三个月，最后猜拳决定。操你妈！干，我不行哎、欸，我有洁癖，我真的无法跟我们所以你就知道说我到那橘子熊，我待到快崩溃。你绝对不能来闪电了，真的。而且你知道每次洗衣服，每次洗衣服，他们连衣服都不会洗，好恶哦、啊。对，真的。不是，他们都会用清水冲一下，然后这边晾。操你！跟我说这叫洗。你跟我说这叫洗衣服。你们那个真的是他妈有够恶的，虫族有没有？有没有真的虫族啊？ Okay, 你们真的是虫族没有？我之前真的有虫胎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脏哎、欸。没有，真的很恶啊。不过 TPA 的宿舍就很干净了，就跟橘子熊完全不能比啊。是我们有那个阿姨啊，有那个莫莎妈妈会来帮我们扫地拖。莫莎妈妈因为之前莫莎还没当选手，然后莫莎妈妈会来帮我们，就是帮我们扫地拖地，然后帮还做东西给我们吃。莫莎妈妈辛苦了，对阿姨人超好啊，那个莫莎妈人真的超好。不过还好，之前我们 TBA 宿舍那边都蛮干净的，整个就整洁啊。橘子熊那是地狱啊。然后莫莎妈妈真的很伟大，而且又生了一个这么会敛财的儿子，这么会赚钱的孩子。没有，这个叫做回馈。真的叫回馈。以前帮他在扫厕所，有没有拔屎拔尿的？现在就是我觉得有生摸着的孩子，投资报酬率很高啊。对啊 ，CP 值多高啊？CP 值养个小孩长大1000万，摸着一年就赚给你。摸着一年就赚给你了，天哪，这个 CP 值太高了。哦，这是我的 nice 位置，谢谢各位。哇，这个操作，太漂亮了，这个操作。拜托让我扶手上。干什么有蒜啊？